你身上藏有蛇鹤八部的全谱。蛇鹤八部全谱。你好，不论花多少代价，我都要拿到全谱。上场，后后来。不要把拳谱让别人抢走，因为那关系整个武林人的生命。你为什么故意显露你身上携带的蛇和八部拳谱呢？因为我要找一个人，找一个肩膀有志的人。八部全谱真的在徐英峰身上。你不交出全谱，早死的人会是你。为什么要找一个肩膀有知的人呢？那是我的秘密。要拳谱，除非把我杀了。